这到底可不可以接啊？真是的，这个嘛，我们的那个嘞，作曲继续吧。作曲工科队，作曲工科队，幻化。这里我大声讲完了 九尾，九尾一直是很多手游的那种，一定要出的坐骑啊，漂亮啊！我所以这种价拍卖区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什么？这个吗？哦，那么简单呢、啊？啊，你阿伟得着成的对啊！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鬼嘞！我昨天很担心。等一下，怎么没有人理我啊？冰蝴蝶是什么鬼？啥耶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从排行榜讲啊。我们开始来抽角色上来讲哦。就可以继续打下去。然后我们一样可以看，就是别人的一些状态啊，不是一些技能，因为他就弄得很强。